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变成说，我们一开始给学生一个情境之后，然后我们希望他能够去了解这个问题。如果题目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像刚刚有老师问说，哎，那我这个开完灯之后，如果要不要再回复原来的状态，可以做下一次的侦测。所以这个就是前面你要把问题先定义，先厘清清楚。等到这个部分跟学生都讲清楚之后，厘清问题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步骤，就是把大目标这么大的计划要分开切割成小计划。那你去看那个小计划的时候，就很容易去解决，也不会一直担心，好，一直抓头发掉光光，不会哈，因为小目标就容易达成了哈。所以我们在教学上面也是一样，你不要给他一次太多东西。啊，就如果你真的要给他一次太多东西，你就要教他怎么去切割哈、哦。好，所以以这个题目来看，我们就可以分成至少五个小功能了哈、哦。那你就把五个功能各个击破就好。好，首先我们就不照顺序了哈、哦。我刚刚录音的部分已经录好了哈、哦。那所以我们先来做点灯的部分哈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随便看你的高兴嘛。好，点灯的话呢，我们现在这上面的灯有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六个灯啊、哦，那六个灯的点的方式不一样，然后其中哈、哦、那个九号灯因为会卡到蜂鸣器，所以我们择一就好，择一，但我会用蜂鸣器，所以九我就不用了哈、哦。好，所以数位的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啊，这个一开始我们要用到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做设定。先把它雇用进来，好，金城武、刘德华，先把它雇用进来。然后呢，那个类比角位 ，TWM， 这是数这是数位，数位是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啊，类比。因为其实它这个改版有时候蛮快的，有时候里面会变动，也会有一点变动，所以有时候也会搞不清楚啊。那九号是那个音源，我们要做蜂鸣器的，所以九号把它定义为音源。好，那刚刚说要做亮灯，那亮灯很简单哈、哦，亮灯就是全部暗嘛哈，所以设定数位输出。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一，好，这个就是三个数位的开，然后再两个那个 PWM 的五号跟六号。先测一下，好，先测一下。通常我的习惯就是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，有时候可能是硬体有问题，好，啊，可是如果你不知道，在城市弄半天，好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先测一下，好，好，有没有全部都亮了，好，就表示硬体都正常，正常我再继续往下写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是开灯的部分。那开灯的部分，我们既然已经分开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模组化？啊，模组化也是107课纲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哈、啊，所以我就把它模组化。那我就用广播好了。啊，所以当我接收到全开灯，啊，所以这个当我接收到全开灯，我就把它啊全部都打开，然后。所以我要用它的时候，我要用它的时候就要广播全开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开灯的功能已经做好，好、哦。那
那如果你要做健全一点的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全观灯？啊，新增加一个叫做全观灯。你可以用在那个灵异修的时候啊。啊，这个叫全观灯，那全观灯就是设为零。啊，这是。啊，这个就是全关灯哈，啊，可以偷偷测一下。点一下，好，全部都关掉了。好，好，那所以开灯关灯的部分就做好了。好，那当然他要用的话，广播也是用全关灯。全关灯，好，好，那所以这个部分 KO 了。那你要教学生养成一个习惯，我们通常做，尤其他在那个有使用行事历习惯的人，或者他做事比较有条理的人，他一个工作记录簿有一张清单，有没有？他清单，哎，这个事情搞定了，他就干掉，好，搞定了就干掉，搞定了就干掉，这样哈。好，所以就剩四个哦，好，再换另外一个，好，发出警告，偶一偶一。这个发出警告，好，发出警告是用到第九号嘛，哈，哦一哦一，所以我们九号的音调 PWM 就拉出来，设定第九号，然后数字呢，那个哦一哦一就我们就用哆咪哆咪好了，哈，好，这边，所以哆是二六一，然后咪是。329 261 329，弄错了，不是这个音调，音调这个啊，你看连我都会弄错，261一秒好了，这个是 mini second， 一千是一秒啊，329，好，然后等待，也不用等待，然后重复，哎，重复，因为我们只要叫两声的哈，所以用两个重复就好，重复两次就好。好，那这是另外一个功能。号码，9，好，哎，很厉害。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功能，我们一样给他一个广播的讯息。好，然后顺便提一下哈，他现在广播啊，这2.0以后广播有两种，一个是直接广播，然后一个是广播并等待。那广播并等待，它会等到广播出去那一件事做完了，它才会往下跑。那这个广播出去以后，它就不管了，它就直接往下跑。所以这两个不大一样哈、哦。好，那所以警告的部分也做完了，我们试一下啊、哦。那这时候你的那个蜂鸣器，啊、哦，记得要先拉过去哈、哦，然后试一下。好，这时候它有一个问题哦，这个是他们层次的问题哈、哦。你虽然这边一秒钟一秒钟，可是它没有一秒钟一秒钟，所以你就手动加一下。哎，这个我们发现它有小 bug 哈、哦，这样就正常。啊、哦，好，那就这样留着。好，再来。不用另外做广播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头开始来、哦、把它兜起来。好，所以再来，当光线值小于500，
那在控制事件里面哈，控制流程呢，这边都在这里哈。那通常如果你只是要抓某个情况下，只有符合那个条件，那我就抓这一个。那如果你是有两种条件二选一，不是他就是他，那就用这一个。好，那其他还有很多种状况。那如果三种条件怎么办？就包来包去。好，判断如果是他，就做这个；否则就做这个，不然就再一个如果否则，这样就三种条件，一二三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说包来包去，看你怎么包哈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是，如果小于五百就要做什么？那没有小于，如果比大于五百呢，就正常情况不要做什么。也可以的哈，好，那所以我目前只侦测它有没有小于五百，好，那 A 零我们是 A 一光线是 A 一哈，好，光线是 A 一，好，那我们就把 A 一拿进来，好，类比甲位 A 一是输入，好，定义一定要有，然后才把它拿来用。运算，这边有大于小于哈。啊，如果这个值小于五百，啊，小于五百就会做里面的事哦。那里面做什么事？就先哦一啊，所以要呼叫蜂鸣器，对，在这边，所以你要先呼叫警告。好，所以那我就去广播。我用这个好了，因为我希望容易容易完才做另外一件事，所以我用广播并等待哈。啊，那他要容易容易完才会往下跑哈。好，所以容易容易完之后要播放声音。那播放声音呢？是我们刚有录音哈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在音效这边播放声音，直到完毕，然后就是。刚好请开灯哈，就是开灯这个，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把就播放第二段已经开完灯，好，这时候还要开灯对不对？那开灯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好，这是我广播开灯，好，播放完声音之后开灯，那开灯完之后就播放，谢谢那个不要客气哈，有好这样，但整个流程就完成了。啊，整个流程就完成了。那所以其实哈，程式主程式是只有这一段。好，主程式只有这一段。然后你要注意一件事哦，通常我们在侦测某个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你只有这样，它一下子啪啪啪做完就没有了，一秒钟以内就搞定，它就不会再做了，程式就做完了。好，不相信你按一下绿旗，闪一下黄色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就表示没有继续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只侦测一次，它后面就不再侦测了。所以通常我们有侦测的东西，我们都会重复的一直不断的侦测，所以这个记得一定要包，哦，包，然后贴上去。这样当我们按绿旗的时候，它才会哦一直在执行，哦一直在执行。好，那如果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它才会呼叫这些东西，好，哦，啊，试试看啊。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再来 debug 啊，就是出错啊。好，现在光线是在这边啊。现在数字，因为我们没有把数字弄出来，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数字的大小，这边就不会跳，因为我这边程式里面没有把它弄出来。好，我先试试看，啊，是有的。警告，警告，灯光太暗，灯光太暗，请开灯，已为你开灯，欢迎再度光临。所以这样就达到基础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警告，接下来灯光太暗，这样就会灯光太暗，就会有来的学生做完之后才发现，哎，欢迎再度光临。是如果，好，第一个他可能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永远是这个状态。好，啊，就会有人说，那下一次怎么办？啊，下一次就先喊他再喊那句，就重新开始。啊，你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记得哦。Initial 先把灯关掉，所以你记得要有一个关灯，在一开始 Initial 初始化的时候先把灯关掉，好，这样才不会上一次灯是开着，
然后你下一次它还是开着，好，这个初始化的部分通常要留意一下。那如果说好，那老师我如果不想喊卡在 action， 我希望它就是一直侦测的话怎么办？它就改如果否则啊，好，那改如果否则的话就是一样嘛，放进来。啊，如果是很暗的状态就开灯，好，那如果不是很暗的状况呢，就坐这里嘛，那就关灯嘛，啊，所以就关灯，广播那个关灯，关灯，好，所以就这样子，这样就搞定了，它就一直不断的侦测啊，反正你遮光线不够，它就开警告，然后开灯，那如果光线够了，它就会自动关灯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是正常的程序啦，哈，但是比较机车的人又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哎，老师，啊，我这样，他好像不太灵敏呢，因为他正在讲话的时候，哎，我去让他很亮，可是他没有马上关灯啊，啊，或者我，啊，反正就是没有很灵敏啊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哪里？你大概就会去发现哈，因为播放音效也是要时间，所以变成说他如果正好执行到里面的时候，他在播音效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侦测？没有侦测，因为他这边还没走完，他要整个走完一圈，下一圈才会去侦测做比较。好，那怎么办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啊，你就把这个需要时间的全部改成广播。好，把这需要时间的改成广播啊，那就很简单啊，一样啊，就是这个要播声音嘛，就用这个，然后加一个，这个叫做开灯音效。好，然后这边就用什么？这边就用开灯音效，就选开灯音效。好，这样它广播出去之后，这边是另外一只程式，它自己会做，然后这边就不会被这个到。那各位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。好，因为如果你是在同一只程式，它会这样一条一条执行下来。好啊，如果说遇到回圈，啊，你要考虑那个回圈整个轮完一轮的时间。做下次侦测的时间，这个都要考虑。啊，如果说你觉得很钝，一定是这样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通常有时候会有另外一个做法哈。如果刚刚有同学做变速，然后他只有在前面的地方把那个亮度放进来，让他去设定一次，他后面就都没有侦测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会另外做一只哦。我们就会做这一个，然后一样用亮度啊，就是我们就让它设定那个亮度的值，然后把 A0 抓进来，好，然后让它不停的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这个当做另外一只程式，因为当你预期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是一直在做的，然后这边也一直在做啊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做比较。好，这样它就会，因为这边是一直在更新的，所以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一直在更新。它两个程式分开，同时都可以做，因为它有多功。好，所以各种状况你都可以去试试看。